首次亮相海外，俄罗斯新型单发五代机将在2021迪拜航展上展出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2日报道称，俄罗斯航空制造部门的一名消息人士对记者表示，俄罗斯未来第五代轻型战斗机将军将首次在2021年迪拜航展上展出。消息人士说，将军五代机在国外引起了极大的兴趣。迪拜航展是向广泛潜在的合作伙伴展示飞机的一个很好的平台。俄罗斯计划为参展代表团举办一系列闭门推介，还将向观众和媒体代表进行公开展示。报道称，将军轻型单引擎飞机在2021年莫斯科航展上首次亮相，当时以功能模型的形式呈现。这款未来战机采用了苏富57战斗机的设计成果，外形与苏富57相似，但比其轻很多，因为只有一台发动机。飞机将采用隐身技术制造，并拥有机身内置武器舱、最新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控制小型无人机的能力。